播到8月15日是北京时间19点35分。中超第18轮一场焦点对话，山东鲁能主场迎扎河北华夏，上半场佩莱破门，姜志鹏扳平比分，鲁能暂时1-1华夏。下半场佩莱在下一城塔尔德利打进郝俊敏制造的点球，最终鲁能3-1战胜华夏。本场比赛前，山东鲁能排在中超第三，球队继续朝联赛冠军的目标迈进。此外，他们在足协杯也进了四强，华夏则是本赛季表现不佳，排在第10。双方上次中超联赛较量，华夏1-2不敌鲁能，本场则是鲁能主场。第一分钟，恰埃比回敲一下，罗森文跟进上来的打门被王大雷稳稳抱住。第5分钟，鲁能取得领先，吴兴涵大禁区左侧传中，佩莱禁区中路头球破门，鲁能1-0领先。11分钟，马斯切拉诺送出长传，董学生甩头打门没有顶正。15分钟，罗森文低平球直塞，高华泽插上推射，皮球稍稍拼出底线。18分钟，马斯切拉诺做球，恰莱比跟进抽射，王大雷把球挡出。24分钟，佩莱边路传中球，郝俊敏跟进其左脚抽射，皮球稍稍偏出。30分钟，鲁能现场连续配合，塔尔德利试图打门，可惜被解围出去。36分钟，华夏扳平比分，高华泽右脚传中，姜志鹏大禁区左侧打门入网，华夏1-1鲁能。43分钟，塔尔德利前场左路的吊门被杨雄拿到。半场结束，双方战成1-1。下半场开始，鲁能取得进球。49分钟，鲁能前场精妙配合，塔尔德利传中，佩莱禁区中路推着破门，鲁能2-1华夏。56分钟，王大雷禁区内失误险些造成丢球。62分钟，鲁能获得点球，郝俊敏中前场的突破造成赵宇豪手球犯规，塔尔德利点射破门，鲁能3-1领先。69分钟，佩莱右路突破后的小角度打门被张成东解围，随后佩莱再打一脚被杨成扑出。74分钟，吴兴涵禁区内连续摆脱后的打门被挡了出去。80分钟，郑海滨分球给塔尔德利，后者左路的传中球被解围了出去。81分钟，恰埃比做球，拉维奇跟进的打门被王大雷拿到。87分钟，恰埃比右路突破后的打门稍稍偏出。3分钟补时后，全场比赛结束，鲁能在主场3-1战胜河北华夏，继续排在积分榜次席。鲁能首发四王大雷，三刘军帅 U23, 四吉尔，五郑正，六王彤，三张弛。86分钟，24齐天宇，17吴兴涵，76分钟16周海滨，21刘彬彬，36分钟七崔鹏，22郝俊敏，9谭尔德利，19佩莱替补，2李松毅，20韩荣泽，23宋龙，29成员华夏首发，19杨成，21姜志鹏，23任豪，3赵宇豪，6罗森文，14马斯切拉诺，20胡人天，77分钟11桂红 U23, 28张成栋，37高华泽 U23, 77分钟齐江明，9董学生55分钟，22拉维奇，25贾埃比替补，13崔林 U23, 16杜文扬，24耿小峰，36陈唐 U23,